好，我们来拆一次性拆很多个规格的产品，我们来做一次实验啊。这种叫活塞式的啊，这个是大的垫片，这个是水平密封圈，这个是平垫，这也是平垫，这个是 O 型圈，这个是注塑件的上面的东西，这一种是所谓的太空豆上面的小颗粒，非常很小。好，我们一次性放在这个工作舱内进行加工。好，放进去以后，我们喷洒一点点水。好，然后我们现在开始开机器。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拆出来的效果。好，看一下，这个是水杯密封圈，拆出来的效果还不错，啊，都拆出来了。然后紧接着，这个是所谓的那个太空豆小颗粒，基本上全部都拆掉了。这个是大的水杯密封圈，非常大，直径大约在8到10公分左右。这是 O 型圈的毛边。好，我们拆出来的 O 型圈是这样子的啊，内芯和外毛边全部脱离，光泽度非常好。这是小的像小的硅胶塞。好，这个是注塑件上面的东西。好，全部都打掉了，全部打掉了。这是非常小的通信线上面的小垫片。好，看一下，效果非常不错。